原标题：欧洲战略位置最差的国家，周围全是大国，动不动就被肢解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出生地基本上就是命，就好比中东，你要出生在沙特等国家，那是土豪家幸福；但是你要出生在阿富汗，甚至叙利亚，那你就惨了，天天打仗。而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，一个好的战略位置是成为强国大国的基础，如美国、俄罗斯、英国等，位置太好，都是强国。而下面这个国家是欧洲地区战略位置最差的国家，最惨的国家，周围全是大国，大国对抗首先就拿它开刀，历史上多次被肢解，到现在都是战战兢兢。这个国家就是悲催的波兰。我们打开欧洲的地图，可以发现波兰这个位置简直太差了。以波兰为界，西部基本上是天主教的西欧，东边基本上是东正教，而且西边是强国英法德，欧洲传统强国，西边是俄罗斯，后起之秀，也是强的没边。而以波兰为界，正好也是东欧和西欧的界限。在历史上，俄罗斯和英法德的对抗，波兰都是最前沿，因为俄罗斯打西欧要经过波兰，德英法要攻打俄罗斯，首先灭的就是波兰。因此在历史上，波兰动不动就会被大国瓜分，光是俄罗斯和德国就瓜分了好几次。在二战时期，德国要打苏联，第一个干的就是波兰，而苏联要抵御德国，第一个打的也是波兰。反正是夹的大国之间，两头被打，两头受气，动不动俄罗斯就要来瓜分波兰。在二战后，冷战时期，波兰又是当炮灰，是当时华约和北约的最前沿，当时美国、英法德的导弹几乎都对准波兰，苏联在边境驻军，一旦有点也随时冲到波兰，反正是两头被打，真是悲催。而更加悲催的是，波兰整个国土位于东欧大平原，国土一马平川，虽然面积还不小，但是没有任何阻挡，没有任何战略纵深，无论俄罗斯从东边还是英法德从西边，都是坦途，整个机械化部队可以直接推进，这比位置不好还要悲催。所以啊，波兰建国开始经常被灭国，经常消失几十年，不是被占领就是被瓜分。好在波兰这个民族还比较顽强，死而复生，不断死而复生，至今还是活得好好的。但是一旦未来俄罗斯和英法德对抗，跟西方对抗，最先遭殃的恐怕还是波兰。而好在现在的乌克兰瞎折腾，为波兰缓解了不少的压力。探究历史真相，发现背后故事，对待历史必须较真。更多精彩请关注还原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